为了增进消防队员执勤的安全，鹿港基督教病院特别送予消防局第三大队七套福报魔术袋。这个装备收起来时阵，会当当作是简单的盾牌来使用。若是展开了后，大约宽50公分，宽155公分，会当予执勤的人员对后边来约束防盖好的人，达到安全护送的目的。义工人员是来喜欢安怎使用这福报魔术袋？要将情绪激动的酒醉的人、身心状况不好、出现肢体暴力行为的病人，该何送医？对消防队员来讲，是风险真高的勤务。消防队员虽然会适当使用一般的约束带，但在执勤的过程当中，也有可能被攻击来受伤。因此，鹿港基督教病院是特别送这福报魔术袋给第三大队，帮助队员会当更加安全来执勤。像足侪因19送过来吼，内底足侪病患就是吼，比如讲酒醉也好啦，甚至有人食药啊啦吼，还是讲有人天生就是较有暴力倾向吼。啊，19吼通常要协助这病人来病院的过程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因本身嘛会受伤吼，因为这病人就是无法受控制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吼，所以阮用这环保衣的概念吼，就是要帮助因吼，就是让我们19的同仁可以就是好好保护自己。大队长施顺仁表示，感谢乐基的关心，有了这套装备，未来当然在执勤的时阵会当有更加大的保障。有一些情绪比较不稳定的，那会造成一些肢体的冲突，那也是造成我们消防的一个隐忧啦，也是一个危险。哦，那有这个束缚带的话，哈。那可以像有类似这种有暴力倾向的这些患者的话，也是对我们消防人员一种安全上的一个保障。院长表示，跩装备确实会当卖用上好，但是当有状况发生的时阵，消防队员会当用这个装备更加安全来执勤。新中华新闻蔡亮清鹿港采访报道。